弟妹玩陀螺，希望学弟妹们可以好好玩耶。而从参与行动来看，过去一年只有近20%的高中生曾经和居民一起解决社区问题，10%参与居住地的公共会议，9%参与相关集会和游行，明显看出实际参与的比例偏低。我们台中市建功国小冒险部落第一组，我们要改变的问题是，班上同学去年在小何老师的带领下进行 DFC 的活动，大家都非常喜欢，我们想要当 DFC 的小推手，邀请更多人来参加 DFC 的活动，一起来改变我们的世界。报纸上也上有刊登我们活动报道，我们也拍摄影片宣传，希望有更多大小朋友一起来玩 DFC。 我们也想要自己办一个或出书，介绍 DFC， 分享自己改变世界的故事。当然是我跟你们一起去爬山玩花园，去参加你们 DFC 的整个过程啊，给我的感觉就是，当你决定想要改变的时候，然后你自然而然会去找出一个方法，而这个方式可以让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不管是挫折还是不好的，可是你还是能够很坚持的来去把它完成，去把它做好。大家一起来玩 DFC， 因为很重要。